叫姐姐加油啊。心疼姐姐受重伤，每熬夜做注音版。简单一句姐姐加油，脸上看得出忧心忡忡。赢他的姐姐陈一新在八仙城报案中全身 70% 烧烫伤，至今还无法说话。他担心姐姐写字费力，昨晚熬夜制作注音符号板让姐姐用。直接点啊，用点用注音啊。对啊，就跟打字很像。手机里还有许多上周和姐姐的开心合照，显示两人姐妹情深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陈一新病况每天都在好转，所以不需要使用注音符号板。因为他现在会写字，不用那个注音看板，那个只是给他一个喜悦，说妹妹很用心在帮他。在高雄长庚医院住院治疗的陈一新，今天醒来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跟爸爸要眼镜，这样才能看见替他加油打气的亲朋好友。